我回来啦！又是瞎子加黄鸡。刚刚可能会有人被我气吐了，对不起。这里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装置低血压直播间。啊，你可以说我斗地主猜，这个人说我斗地主和狼人杀一个水平。我，你可以说我斗地主猜，我承认，但是狼人杀我真的很强。只是在你们的印象中。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很菜，然后就在你们的心底，然后我就真的很菜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人类的意志，不受血肉之躯的限制。要飞我的，来来兄弟，快快快！哦，这个 Q 这点伤害吗？这个 Q 不死这个车，又漏一个车，难受。下次再偷先锋，要过去看一下吧。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。扛一下兄弟。我操，透心凉！A 一下 ，Nice。我七个助攻，一个人头都没有吗？才发现了。牛逼！可以搞的，可以搞的，我有 TP 的。
拜拜，小菊，好心好心酸啊，小菊死。操，透心凉！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！是人类的意志。居然十层杀人剑啊，是65层法强，是吧？是65点法强。十层杀人书，也是65点法强。血亏，我觉得出杀人书。我只要出个杀人剑，我觉得不需要出杀人书的。你相当于你花杀人书，你就是1250，对吧？1250块去买10%的移速，然后还要叠个10层，叠个12层，你才有法强，你才有那法强，你知道吗？杀人书25层啊，它是没有一个，感觉没有那个什么装备好的。无敌神装啊，炉灯，不说话，兴趣说话，吃我一 Q， 哇操，难受，吃我一 Q， 哦，满城杀人书还是牛逼的，兄弟，满城杀人书还是很牛逼的，杀人书满城还是很牛逼的，杀人书这个装备，我就是觉得杀人界十层出杀人书很亏。直接就打了吗？走，他们打得很快呀，我操，我的，哎呦，哇，这波我们太那啥了，真的，我不该逼的感觉，我不该直接逼的。小龙吧，小龙吧，小龙！哇，这波好亏，这波。完了，他们把大龙给偷掉了。
让我 fork 一下，让我 fork 一下，别急啊。我前期零杠一杠七，没有出法装棒，只有黄金有魔抗。有种接我一 Q， 谁敢接我一 Q， 我就往下问。在这，看我，一个硬中，大龙，他们两个打。
特练没什么用，其实特练没用的。我大招杀特练，其实我都感觉杀亏了。哎，完了。MVP， 我又打 MVP 了，兄弟，我上把 MVP， 这把 MVP， 无敌啊，无敌！加了多少？加了19、18，我操，可以！哇，这把爽！竟然在有生之年还能加到18一把。